什么东西？拳击手套哎、欸！先包这个，然后再包拳击手套，赞。这是拳击手套，好惊人哦！扑通，有人丢水沟。这边要做一个 shopping 的动作，阿珍要买裤子跟衣服，而且我有他的卡，可以顺便买。这边应该没什么好挑，这边就这边，这边都来一件。直接各买一件好不好？对啊，我这也是要买。他也没说他要几件吗？好看耶，你都想要了。男生穿这个好像很骚哦。这种都蛮好看的。对，是你要这个，反正我穿这个。你要这件吗？那给我来两件。每种颜色各一件，每种颜色各一件，没有错。抱歉的阿芬，抱歉的阿芬，你穿这好像很好看。我也觉得我穿毛衣应该还不错。你自己讲，自己口自己，自己瑜伽，没错。这应该买太少了吧？你怪到死，然后他开始把，我这个好看呢、欸。对啊，就比较割舍。反正是阿芬的卡嘛，反正是阿芬的卡嘛，这卡干嘛割舍？这么有一件可以割舍的、啊，好少买的。所以买这边都是算打拳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要自己买，要自己打拳。老板说不用钱。那这阿森的，这阿森，他刚刚说钱，他不用钱吗？他拿阿森的卡，这你自己处理。阿森，不好意思，抱歉了，阿森，抱歉，阿森。但这一单真的太香了。反正你自己刷吧，我不在意。阿森都买这么多了，那我再送他一个那个，就是一提带来赠品，对，开心吧。好香啊！等一下还是在里面打拳吧。等一下，我中间我把它清空。这不是老人吗？外面才是老人，外面才是。真的假的？会影响到正常尺寸吗？不是，真的会影响，在外面跟在里面是一样的，好不好？你要送给谁的？真的是阿森的卡哎。没什么冲突啊，有规定说不能用人家的钱刷自己的单子。有道理。耶、yeah, ，谢谢阿森。耶、yeah. ，还是聊聊室这边也逛一下，不限时十分钟。但我真的气到真的要跳下去嘞！好想转到诚实哦。哎，有一，再加十。我那我是逆着转，看看逆着转，逆着转吗？所以你现在还有两次。没有啊，他差一点啊，他卡住了。那这样不算吗？不算，对。卡住怎么会算？刚回到一，你是不是就会说算？对100+10+10，130分钟，160分钟左右，两个小时哦，两个小时半，还好啦，不是还好，还好，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你们重点放错了，那个打拳的我已经拿进来了，啊、现在是应该上打拳，而不是我，这里到底不对我。我看起来好像很会打拳呢、欸，你好像对于这类的东西很在很在行哦。我看起来现在超惊人的。你知道那个？天哪！难道我们要拿茶杯让他漱口一下？现在是一样。哎呦，好羡慕你这样子，我可以随便这样掀人家头发。当然了，如果我掀，我应该是被抓走那种。就直接报警。被铐上手铐。直接吃传票。今天这间店地位最高的就是老板、海关，再来就是你们。我跟绿宝是最底层的生物，连彩彩地位都比我高，因为他要拿镜头。很好，这里好像怪怪的。你刚刚怎么进外套？太棒了，哇！四千。上面就写人的名字哎。你看，哇，很会销售呢。如果能够有人可以把这件驾驭的这么好，你是第一个，你知道吗？这给我，你要去。太棒了，这个你不拥有的话太可惜了。你就像是一辈子好像有错过某一件事情，就也不会怎么样，可是每当想起来都有点遗憾，你知道吗？有点遗憾，有点遗憾，好像不带走有点遗憾。对啊，太好看了吧？所以我觉得这件超好看，我刚以为是仙女哎，这就是你的版型哎。哇天哪！哇天哪！太刷脸了吧！这个颜色很难驾驭，你知道吗？这颜色我没看几个人穿过哎，穿起来这么干净，我就教你了。对啊，天哪！我刚以为是金城武哎。好，很适合哎，我觉得。适合没办法，不知道拿什么。有，我看到白的，好不好？
这样很适合啊，真的超适合的、啊，对啊，超敷衍的。我感受到衣服的灵气，刚刚很香气。哇，太适合你了，我已经在想象他都还没开始那样子。哎、欸，很好看呢、欸！天哪，发了吧！你以后没有穿这一件，我不会让你进工作室。这是什么卖的？这是什么包呀？都是夏威夷油粉呢。哎呦！好吃啊！这很轻。之前怎么有个靠近的？那这些帮忙叫一下 FBI 吗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报警！报警！好不好？长庚医院儿童志工，好不好？曾经当过，好不好？力量控制一下，力量控制一下，十！冠军也是害我自己，好吧，白痴啊！这个也是，我没有。对啊，我没有跟你玉石俱焚，我没有。还是你有遥控器？我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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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真的吗？没有，我底下也没有红按钮，没有。十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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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 ，OK OK， 你一定找不到十倍。好，你都可以，他可以转几次。哦，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，第二个。啊！耶，第八角，爱你。那我知道现在受病吗？我到时候会有吗？可能不会有，这个画面应该不会被剪辑，我就是靠我。哇，好尴尬。挑啊，哇，最尴尬！你们先等一下，后面有在挑衣服，我在旁边打球，看起来真的灰了，还是你们就是想看到这画面？那我真的很瘦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进去，二，它是这样子，后面再小心点。三，我去抓。四，他真的很用力耶。没有，真的是有点荒谬，在服饰店打球。喘一下。累了，累了，累了，流汗了。你他妈土气！可恶！害我们这些实况主这么辛苦，不会多给一点钱？害我要在服饰店打拳。操！何必谈感情？何必谈感情？去你妈的！送订阅，送起来！去吧，陈希尔。意大利点是不可以，电厂给你欢呼声，摇旗吧，摇旗。